Mulligan. This is Distressed Records. Your 10 o'clock meeting started 15 minutes ago.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It's not working. You gotta go. I'm taking my client list. Is that Jerry Maguire? I'm taking my art list. Oh, I got to get away from him. Get away. I'm coming back for that. Don't tell your mama I lost my job today. You got money to pay for this? I'm a kid. I don't have any money on me. You don't have any pocket money. Well, I spent that on condoms. No. A total rock star. Unbelievable.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stand in his way. Capiche? I'm just tagging along. Babe, we need to talk. So, this is a new song for anyone who's ever been alone in the city. So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You realize it's the end of the line.I was having a nervous breakdown, and then I heard your song. I want to make records with you. Come on, let's get out of here. You're gonna have to get these beers, though. Let's record an album. You don't even need to rent a studio. You can record outside. Every song we do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Under the bridge. Chinatown. Rowing boats in Central Park. Whatever happens, we record it. If we get arrested. Keep rolling. Hey, you, come back here. Here you go. Check it out, your boyfriend just wanted music gone. If I could somehow do anything that would undo what I did to us, just tell me what it is. I think everything's changed. Nice beard, you loser. A guy like that falls on his lip for a couple of years. People lose sight of who he is. This really is a bit of a long shot, isn't it? Absolutely. That's when the magic happens.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今天很高兴邀请电影工作者刘凯西为我们分享圣诞节档期最暖心的音乐电影《曼哈顿练习曲》。凯西好，凯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凯西2006年有一部音乐电影，中文翻作《曾经爱是唯一》，造成大家的风潮。那导演 John Carney 今年又推出了一部新的作品《曼哈顿练习曲》，他的期待值有多高？好，我不晓得怎么定义期待值这个东西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为什么会期待这部片这样子。这部片其实在台湾它比较晚上片，然后很多其实。很多人在飞机上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飞机上看过那些，你看飞机是荧幕就两个巴掌大，顶多如果你是商务舱的话，就两个巴掌大，是看到哭哎、欸，我就说能在飞机上把一部片看到哭的人的电影，那真的是一定是好看的电影，对。然后呢，我其实我对很多人会因为说 OK Once， 因为就是他的音乐啊，然后还有他的故事，其实很感人，所以大家很喜欢。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我对《Once》这部片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看过，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印象。然后我虽然自己写两性专栏，但是我其实对于爱情喜剧这样子的电影，其实它很难就是吃到我，因为这样子的电影非常非常的难拍。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这一部电影的原因，除了刚刚说因为口碑的效应，因为虽然说因为台湾比较晚上，所以呢很多海外的口碑一直传进来说，哦，他在这部片比如说在韩国大卖啊，然后呢大家在飞机上看到哭啊，然后就是很多那个口碑进来之后，真的会让我觉得说，哎，我很想要看一看这部片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尤其我对他前作好像又没有这么有期待的情况下，我很希望他可以去颠覆我一些之前的一个感觉。加上这个演员呢，就是那个齐拉奈特利，还有那个马克卢法洛，对，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合作。因为马克卢法洛，其实他是一个在独立制片非常活跃的一个演员，然后他又是绿巨人，对。然后呢，齐拉奈特利他也是一个在英国跟美国独立制片都非常活跃的一个女演员。她也是《神鬼奇航》的那个女主角这样子，所以我很期待这两个。其实我一般来讲很难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的演员，到底都在一起之后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然后是感动这么多人。其实我一开始去
期待这部电影是因为这个原因。嗯，然后看完之后，我可以现在跟大家讲说，我看完就是我很少看爱情喜剧掉泪的，就是这个真的是有吃到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到大哭啦，但是就是那种心暖暖的，然后带着微笑，又带着那个眼角带着两滴泪，这样走出戏院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一部片，因为我刚刚有前面有讲说，其实爱情喜剧这样子的类型，其实为什么也不是说很难吃到我啦，就是其实很难。去虽然说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拍说啊爱情喜剧啊是票房的保证之类的，但是其实这又是爱情又是喜剧，其实非常非常的这样的类型非常非常难拍，因为要让人家笑不简单。爱情其实一对男女谈恋爱，如果说只是讲说哦这个男生多爱这个女生，两个人多爱彼此这样，其实我们这些旁观者就会觉得你很无聊嘛。你身边假设你有一对朋友在那边谈恋爱，然后每天在那边情话来情话去，你也会觉得肉麻嘛。所以呢，这样子的故事其实两个人爱来爱去跟喜剧的这种故事，不是只有男女主角之间要产生关系，它跟整个社会要产生关系，这样子观众才会找到自己的认同感。我觉得《曼哈顿练习曲》这一部片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讲说音乐爱情电影，音乐是它的背景，是它的基础，爱情也是它故事里面的一个基础，但是除了爱情以外，它讲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很丰富的元素，比如说它讲到了亲情，然后它讲到就是对事业跟梦想的追求，甚至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角色，就是齐拉奈特里一个很好的一个男性朋友，就你可以讲到就是男女之间是不是有纯友谊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分析，然后我们因为它的元素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从每个角度切进去都会马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认同感。嗯，我觉得这部片大家都还蛮适合看的，其实是这个原因。所以除了它有音乐跟电影做它主调的基调，但是它很其实有包罗了非常多可以探讨的面向。是那我们说它的音乐可以让人生更美好。是的，对。那尤其刚刚凯西介绍这两位演员，通通都是大名鼎鼎的演员，他们也在片里面展现了他们的音乐才华。是，帮我们介绍一下。我觉得音乐是。在之前就是《Once》这一部片，已经是导演他已经就是用过了，就是音乐的这个元素去加强这整部片这样子。这一部当然又是一样的，里面你有一句台词，其实一句对白啦，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我看电影的前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同一件事情，然后他最后居然也讲出来了。他里面讲一句话，我没有爆雷哈，他里面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跟齐拉奈特利坐在纽约的街头，看着就是来人来人往，然后很多街头艺人，然后马克鲁法洛就说，你看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听音乐的话，这一些事情在我们身边来来去去都是很平凡的过，就是过往迎来，但是如果配上了音乐之后，这些平凡的事情一切通通变得有意义。我觉得这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感觉，就是音乐，因为他的音乐太好听了，然后让这个其实已经是，我觉得其实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他整个每对白啊，一些细节都拍得非常的好，让这个故事又变得更精彩。对。那我觉得，因为是，可是你说音乐，很重要的，好，但是这部片我刚刚有讲到说，就是音乐其实是他的一个基础，所有的男女主角的背景。都是奠基在音乐上，他也用音乐去讲述整个人生跟爱情还有事业梦想，但是他的音乐其实是最大功能是让整个故事变得更精彩，把整个撑起来，将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翻译也翻得非常的好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在看的时候，就算我们不是那么懂音乐，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精彩哦，就是就算我不懂音乐，我还是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子。但是对于拍电影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做一些 research 嘛这样子。导演本身他也是乐团出身，对对，然后他之前其实拍了很多 MV， 所以他也算是半个音乐人这样子。
马克·鲁法洛呢，他本身也之前也是玩团的，然后也是个 bass 手，对，然后这一次呢也在里面就弹了 bass 这样子，嗯、对，然后齐纳戴特利呢，他之前在《神鬼奇航》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爱的边缘》，里面就是有唱歌这样子。在《爱的边缘》里面，他是一个歌手啦，所以可能我们比较可以听到一些他真的在演唱。但是这一首，这一次在那个《曼哈顿练习曲》里面，如果你去买他的原声带的话，可能就是四分之三都是齐纳赖特利专辑这样子。嗯、对，他在里面，因为他里面录了一张专辑，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听到。那他也唱的还不错，这样子。对，嗯、就是他的声音是比较疗愈系的。嗯，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觉得说这个选角其实蛮有趣，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点点音乐底子，因为你要去演出的话，其实你不是说，哦，我今天好像随便摆两项，就算你今天对嘴，你也要有那个气势出来嘛。所以呢，他们会选有音乐背景的人去饰演乐手，是绝对有原因的。我觉得里面最有趣的选角就是魔力红的主唱，对，嗯，Adam Levin，嗯，希望发音有对，他其实。我觉得这个选角有趣的地方是，他在里面演一个后来就是齐纳奈特利的那个前男友这样子，对，后来变成 pop star 这样，就是跟他本身很像。为什么选他？他其实这一次演的还不错。他只要一站上台，一拿起吉他，一唱了歌，你就知道说这个家伙就是会红。所以呢，那个明星气质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调教的，他就是在他身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选角选的还真的蛮不错的。嗯，所以其实演员都各个都是非常的厉害哦，嗯，只要一站上舞台，大家的聚光灯就会站在他身上的。不管是人生或是爱情，我们都在打安全牌。人真的不要怕，就是失去，不要怕放下，就是说。你要在就是这一段我们讲说好可能分手或是说你今天事业重挫，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挫折，让你好好静下心来思考或是排毒的一个好时机。其实歌词也真的是对应到人生了，嗯，所以很神奇的是音乐都能够反映出爱情，嗯，那戏中的男女主角也是因为音乐相识相恋，嗯，也是因为音乐而分离，嗯，所以凯西有写很多的两性专栏，嗯，也会告诉我们这部片告诉了我们哪些两性的交往交战守则呢？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它里面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人不要怕失去，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好，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人生或是爱情，我们都在打安全牌，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好像这样子会走比较 OK， 就是我不会损失什么，或者说啊，我跟着这个男人好像，虽然我跟着他会损失什么什么什么，那也就算了。我们讲拿齐纳奈特利的角色做例子好了，他跟男友，因为他的男友就是爆红，所以被美国唱片公司签去，所以他们就搬到纽约去。他其实这个角色本身也是一个创作音乐创作人，他也有他的梦想，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大家都要他做某某某的女朋友，然后他为了要成全他的男友，所以呢，他也就甘心就放弃自己，然后去做一个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伟大的女人这样子。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场戏我看的其实非常感动，就是他男朋友去 LA 录专辑。然后他非常的无聊，于是他就四处晃晃晃晃，他就走到一家脚踏车店，然后就想了有没有两秒，没有，然后就走进去就买了一台脚踏车就骑走了。我觉得他这一场戏完全看到说这个女孩子其实非常的想要自我控制自己的生命，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因为某一些可能因为害怕，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呢，后来男朋友劈腿，以上这边都还没有到爆雷的程度，这样。后来男朋友劈腿之后，她才真的就离开，也带着她那一台脚踏车就离开了他。她非常想要回到，还是非常的爱她的那个男朋友。我们就会一直想说，哎，你不要回去，你不要回去嘛，对不对？因为其实她最后会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不管是马克·鲁法洛，最后他也跟他会有一点点就是暧昧。他其实，在影片的最后，他是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可以选择，因为他不怕失去，他在失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好好的想清楚他自己这一段时间一点一点改变，改变了自己哪一些，他找到了自己的哪一些，所以呢，就是他到最后，就是他变成他手中有很多牌，好牌可以让他去选择，他变成选择的那一方，不是被选择的那一方。我觉得这一部片讲这么多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人真的不要怕，就是失去，不要怕放下，就是说你要在就是这一段，我们讲说好，可能分手，或是说你今天事业重挫，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挫折，其实都是你的让你好好静下心来思考或是排毒的一个好时机，这样子你一定要找出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然后不要只想着打安全牌，就是好好去做好这个东西，帮自己往前冲，想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路，这样子。嗯，对，然后人要活得自由美满，你自我满足之后，你的其他比如说像家庭生活啊、爱情生活，你才有办法有进步。嗯，对，音乐真是一个排毒和疗愈最好的方法。或是当你被人家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这样子。是，对。请凯西也帮我们说一下你对这次的电影原声带你喜欢的部分，好不好 ？OK， 好。这次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Lost Star》，我现在每天因为我回家之后就在 iTunes， 我是买正版这样子，我马上在网络商店上面就买了正版，然后呢，一天大概听20回以上吧，这样子。我觉得那一首歌，因为电影这一次中文字幕其实把歌词都翻出来，而且翻得非常的好。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一群人，就是他是在讲就一群年，他们里面的人说真的也不年轻了啦，但是就是说，当我们人生就是在。应该在追寻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好像一群迷失的星星。嗯，对，然后我们要以前失去的那一些东西如何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自己，然后我们今天的自己是不是就是变得最成功我们最满意的那一个，其实也未必。嗯，所以人生就是你会感觉他我觉得那是一个氛围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他们真的讲到我们的心境，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人海沉浮，然后人生就是不停的在沉沉浮浮中找到自己的路，这样子。对，然后加上那个魔力红主唱的歌声真是太好听了，所以真的可以一天听20遍都不会腻，这样子。嗯，然后另外一首歌叫做是齐娜赖特里唱的，叫做 Like a Fool。 嗯，他这一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后来就是因为他太思念他男友，所以他喝醉酒之后就对着手机唱完，他就是只唱给他男朋友听，就告诉他说：“你看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在你最失落的时候，你找不到别人骂，你就来指责我，但是我还是一直爱着你，这样子。结果你就找了一个好机会就把我给甩掉。”他其实就是用他的心，他遇到的情境，然后去写的那一首歌的歌词，很巧妙的。我觉得所有被甩过的女生呢，应该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啊，这就是在讲我自己。对，嗯，那我觉得流行歌曲最厉害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跟喜剧跟爱情类型的电影一样，就是它会跟社会发生关系，它会让你觉得说这一切的细节，这一切的感动，其实我就是那一个人。嗯，它马上让你找到认同感，是马上就套入到自己的心情，这样子，对对对，找到认同感。是的。嗯，所以曼哈顿练习曲你觉得它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如果说你今天要看一部就是会让你觉得温暖，然后会让你觉得励志，会让你觉得生命充满希望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然后再剩它也非常符合节庆的一个那个气氛，对，嗯，因为它就是让你看出来会温暖的电影，而且又寒流又来嘛，你就是外面就很冷，你希望需要心里面的温暖这样子。嗯，然后加上我因为我不能够爆雷，所以呢我只能跟大家说，就是这一部片就是不管你今天是情侣去看，你们可以讨论一些很人生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一群姐妹去看，
或是说你甚至你是单身去看，不要因为这是一部爱浪漫爱情喜剧，你就觉得我单身去看我一定会很孤单，因为旁边都是情侣。不，你单身去看，你看完这部片你会觉得你充满力量。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棒的一件事情的。是，这也是曼哈顿练习曲很神奇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神奇两个字。你说对了。是，今天非常感谢凯西帮我们分享曼哈顿练习曲，谢谢凯西。谢谢，谢谢，谢谢大家。Dada. No, no, I'm not your dada. Yes, we look similar. Dada. No touching. Stop it. Dada. No, no, I'm not your dada. Yes, we look similar. Dada.No touching. Stop it. 本周新片首先带你来看经典喜剧《博物馆惊魂夜三》。班史提勒饰演的博物馆守卫这次要走国际化的路线。Sir Lancelot, at your service. Theodore Roosevel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means. We shall all be dead by sunrise, never to breathe life again. Huns don't hyperventilate. 故事发展来到第三集，守卫带着老古董伙伴们来到大英博物馆寻求支援，横跨大西洋来到伦敦，他们又会闹出什么笑话呢？ You always put the monkey in charge? He's not in charge, we're just following him. That's what being in charge means. 电影经典角色全数回归，包括罗斯福总统、袖珍西部牛仔英雄加利亚、罗马英雄乌大维，带你欢度2014年。Never run from a big cat, Lawrence. You can't ambush me with that kind of cue. Night at the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 接下来的电影《一手遮天》，来看看24小时待命的菜鸟实习医生如何面对人生难题。C'est pas des taches, ça a été lavé, c'est des taches propres. Là, t'as l'accueil. Derrière, c'est le bureau des internes.C'est chez toi. 10 chambres, 18 patients. 18? Ne vous inquiétez pas, c'est notre meilleur interne. Attention, je vais piquer. Alors, cette première semaine. Je crois que je vais pas m'en assurer. Voilà, sois pas trop sûr de toi. Tu commences. Tu connais rien pour l'instant. Quand tu sais pas, tu demandes.从小立志当医生的班杰明终于来到父亲工作的医院，得到实习的机会。他从未想过这会是震撼教育的开始。C'est toi qui avais Monsieur Lemoyne hier soir? Oui, il y a un problème. Il est décédé. Mais je trouve pas le CG, du coup je me demande. T'as qu'à fouiller dans les autres dossiers, je sais pas, il y est sûrement. Le problème c'est que je l'ai déjà fait ça, de fouiller dans les autres dossiers, tu vois? Franchement, je suis pas fait pour ce métier, c'est pas possible. 菜鸟医生如何迎接白色巨塔内的挑战，找到属于自己的医德？Une espèce de malédiction. Thank you, Father. See you soon, Mr. May. 最后推荐新片《无人出席的告别式》。约翰是个专办无意义葬礼的公务员，负责送那些独居无亲的亡者走上最后一程。I think you should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for a new life, a job where people are alive for a change. I'm here to find friends for a man who was here 20 years ago, William Stoke. You won't find any friends of his round here. I have some sad news, I'm afraid. I'm an orphan as of today. So, Billy's daughter told you about me. Must be a lovely girl. Gentle. Yes. I thought, here, it really has something. On a good day, you can see for miles.静谧而又压抑的影像风格，从电影中探寻人生路途中的最后风景。以上就是本周新片，祝大家周末愉快。The lambs are on the road,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